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这波小嘎嘎爱吃鸡儿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下鹤头。言过留名，他样过留声，没事开一枪喝喝他们。一会儿又来人了，不着急搁这等着，要来了，站起来！哎哎哎！绷带来一个，太危险，全是人，好几个啊、哦！来了，哎！这回可安全了，撤，站高点呢。餐厅一个，还有俩啊、哦！刚才看着俩人一轮，开车了。干起来了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往这边跑了。完事儿，岩机给我补他，岩机给我补他，让他爬，嘚瑟。这岩机还会找掩体吗？你说气啊！哎呀，我去，还会蹲，你气人不？你说气人不？来车了，给他一梭子，呵呵他。完事儿，四个人头到手，上帽帽走人。我是这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